好，另外冬令进补，我们来看看炉鳗要怎么做。火红艳丽的红糟炉鳗飘出醉人酒香，充满胶质的外皮弹牙软 Q， 在舌尖跳舞，肉质却很细致，入口后吃得到淡淡发酵酸香。炉鳗一碰到热油，瞬间锁住甜味和肉汁，起锅前开大火逼出多余油脂，慢慢烙上金黄色。我这个炉鳗是用那个宜兰的山区，比较水比较干净啊，比较 Q 有油 Q 性。酒糟下锅，加点酒，大火呛出风味，炉鳗回锅就要和时间赛跑，大火油封，让炉鳗充满锅烧味，不到30秒就要起锅。还有现点现煮的上汤炉鳗，去掉骨头切成薄片，在熬了8小时的上汤里洗热水澡，让每寸炉鳗大口大口吸收上汤鲜甜。我们用那个老母鸡、后腿、猪肉跟火腿熬8小时，还用金门的黑蒜头煮菜，花10天熬煮的汤头染上淡淡琥珀色，满口都是黑蒜头的温润香气，还会回甘。再加那个上汤鸡脚跟黑蒜头。天气冷，来碗补冬的炉鳗，暖心也暖胃。民视新闻张梅胡希哲，台北报道。